其实这一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20年才有一次机会坐在马来西亚，刚好又在UPN这里选人去支持这一些为我们国家劳苦功高努力的这一群运动员去支持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可以想象到那一天，当我们过去的时候，看着那些运动员，然后我们喊着这一些声音的时候，那个心情是多么的澎湃。作为一个马来西亚人嘛，要说爱国的话，除了唱国歌，除了读好书，其实我们可以做别的更多，在我们能力范围以内可以做到的。我能做的就是去到现场，把我的声音喊出来，把我的精神喊出来。